你说不说？都是妈给的。管他呢！自打嫁给你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要跟你过荣华富贵的好日子，我就想跟你过踏踏实实、平平静静的日子。可没想到，你一天到晚的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，拆东墙补西墙。你把我弄成这样子也就算了，你还要折腾我妈，给我妈添那么多的麻烦。我是做姐姐的，你是做姐夫的，咱俩有脸吗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，卖的钱咱还给妈，剩下的钱等咱以后有了钱再还给她。走吧。谁啊？庞飞。什么？你要请我回去干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时间呢？我想让你回来，回到棋牌中心，再重新来过。昨天发生什么事？八爪鱼那帮人太混蛋了，一上来就赌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。我帮他们调试机器，非说我发错了牌，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。等等，警察那边刚刚怎么说的？哦，警察说以后会经常来查我们。彭总，你听我说，这帮混蛋就是欺负我是农村的，你得给我做主啊。他们还说，连警察都不怕，就怕一个人。谁？王大龙啊。姐，我姐夫都这样了，你还能吃得下去啊？我怎么吃不下去啊？我吃饱了才能替你姐夫想办法呢。大龙啊，你发小那儿去还是不去啊？妈，这事儿我也纠结呢。你说关系都已经僵成这样了，现在又掺和在一块儿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你说卖包子你都能卖砸了，你还能干什么呀？姐夫，你可别再给老婆孩子丢人了，现在有个地儿待着多好啊，总比你到大马路上去做小买卖强啊。哎哎，我们家的事你少管行吗？你别老当着孩子面说他爸不好。怎么能成你们家的事儿了呢？这事儿直接关系我们家孙坚。哎，孙坚，你跟蒙妹的关系可千万别再搞砸了啊。姐夫，你看我这跟彭飞刚处理好关系，并且好不容易签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合同，我觉得你要去也行，但你千万别再跟人较劲了啊！谁较劲了呀？现在他是请我去，不是我非得要上赶着去，这性质可不一样啊！不是，姐夫怎么就不一样了？
你既然要去做人员工，你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夹着尾巴做人。你要万一你再继续跟人闹下去的话，吃亏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那么自私了，净想着自己，多替你姐夫想想。大龙，自己拿主意，别听他们的。妈，我们怎么自私了？我这处处为你在着想呢。你刚给我姐夫投资的钱，眨眼就没了5000，那你说这钱你让他还还是不让他还？你放心，妈给我的钱我一分不差的我给妈还了。那你要想还，你就去鹏飞那儿干去，人家工资都给你翻番了，你到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真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极有可能啊，鹏飞是看在孙坚的面子上。还真是这么回事。你还真是什么呢？吃你的超酸辣土豆丝儿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他让我去管几个小流氓，根本不是看在谁的面子。我可再说一遍啊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考虑，我去还是不去，你们别操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讨论了，先吃饭吧啊。我一直在吃嘛。妈，我王大龙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，我最不愿意欠谁人情。大龙啊，照我说呀，你还是去吧。你那同学是大老板，能让你回去，这心里的疙瘩一定不比你小。他既然能打电话给你，就给你家个台阶下，到那儿好好干，这才是不欠人情呢。你说对吗？嗯，妈，您这话说的靠谱。哎呀，那你还犹豉什么呀？人家一个月给你8000块钱，你得拜多少龙屉包子才能挣来这8000块钱呀？再说了，咱家孩子还等着这钱上学呢，妈那老本钱你还得还呢。爸，如果换做彭笑请我去打工，我就去，我得用实际行动让他服我啊。我得想想怎么编，不能让彭飞小看。老爸加油，别有负担，爆发一次小宇宙，冲锋壮胆。哎，打竹板叮当响，心里话我得讲一讲。筷子一响冲锋起，老婆孩子别着急，岳母的大义四海深，大龙我不忘娘家恩，老婆的耳光牢记心，望女成龙梦成真。我爸就不倒翁，还是打不死的小强。行行，你爸不行。哥，饭今天谁弄的最好吃？我觉得菜也好吃。来来来来，老婆，我姐这身体没长。我们家米饭还有吗？干，什么呀？全给结成了，恭喜啊！干了，什么事儿都挡不住我吃饭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。大龙爸，咱这可鸟枪换炮了啊，都是自动化了，咱这都换成电麻了。电麻？什么话？那叫电动麻将机。你说的电麻，跟电椅似的。人呢？你看也上了档次。我王大龙回来了。哟呵，彭总，您这是亲自视察工作呀？叫我彭飞吧，这样叫亲切一些嘛。好，那以后我就喊你飞飞。既然不见外的话，那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谁过来扰乱大家、影响生意呢？你就帮我教训他们。嗯，绝对没问题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咱们这个甲天下棋牌中心变成那个精神文明的典范，把它变成美丽无比的花果山。我更希望你啊，把这里当成是高效益的龙头。你呢，找我算是找对人了。我叫什么呀？我叫王大龙，那是逼个拽根王啊。大龙镇龙船，逼个拽根王。说的对。看把他们乐的，小人得志，真受不了。沉住气，还带上个宋小宝，这次指不定怎么羞辱我。建军，强龙压不住地头蛇，这儿你最熟，能不能保住你的饭碗，还得靠你自己。姐，你放心，八爪鱼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，不用我出手，今晚有他们好看的。爸，你又给我送什么好吃的？给炸春卷，我最爱吃炸春卷，今天我同学又得羡慕死我。同学现在不叫你包子西施了吧？他们不敢，彭笑会和他们没完。嗯，这小子还不错，你跟彭笑不掐了？主要是我不跟他掐了。自从他上次为我出气之后，我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了。我觉得其实他人挺好的，就是让他父母给闹的，
才变成愤怒的小鸟。呵，哎，大龙叔，又要送饭啊？对，我带着春卷，你跟乐乐一起吃吧。我妈大概也快到了。你妈也能来给你送吃的？是啊，她说她要学习你，做一名五星级好妈。呵，不错。哎，打开吃啊。彭向，哎妈，彭向，这披萨还热乎着呢，还有烤牛排，还有可乐，快点吃。可以呀，二十四孝好妈呀。哎呀，我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也就是快餐，我不会像你那么能干会做。有妈送外卖，这意义就是不一样。来，乐乐，我们大吃一顿去。哎哎，好好感谢一下你老妈呀。啊，谢谢妈咪。好，乖，嗯。好，去吧去吧，妈妈再见，拜拜拜拜啊，拜拜拜拜，好好上课啊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咱们当年不就这样吗？对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在一块儿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跟女包公似的，我跟鹏飞一边一个，我们是你的王朝跟马汉。现在换咱们的孩子了，不服老也不行啊。是啊，都已经老得满脸包子褶了。啊，当然，你没有满脸包子褶。哎，对了，大龙，你怎么不送包子了？啊，学校不让送。再说对孩子不好，同学们都给孩子起了一个包子西施的外号，我的心里头挺对不起闺女的。那也不能半途而废啊，是不是缺乏启动资金呢？我可以支持的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钱的事儿，啊，主要是呢，鹏飞呢又请我回去干了，还管棋牌中心。什么？鹏飞又让你回去了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只要回去，保证那儿没有赌博的事儿。不对，以我对鹏飞的了解，以他那个脾气，不出人命绝对不会服软低头的。他这次叫你回去，一定是让你堵枪眼的，你千万别回去。堵枪眼儿，这事儿我愿意干。大龙，彭老师啊，这饭菜都凉了，您怎么不吃啊？这可是食堂特意给您炒的小炒呢。我宁可去食堂吃，那儿人多，还能说说话。这单间服务是要求我们把饭菜给您送到房间的。一个人吃饭没胃口。也是，这么长时间您儿子也没来个电话，他得有多忙啊。唉，忙。您就这一个孩子吗？我原来啊还有个女儿，可惜三岁的时候夭折了。我跟老伴对这个儿子像宝贝一样看待。哎呀，自从老伴走了以后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这可不行，这身边要是长时间没有个亲人嘘寒问暖，那会出事儿的。你知道之前住你房间的这个老人是怎么走的吗？怎么走的？不是老死的？不是，是自杀。自杀？老人呐，有三个儿女，大家都拿钱不来看他。这老人时间长了，心里就抑郁了，说自己被判了无期徒刑。这除夕那天，老人一时想不开，就把整瓶药片都给吃了。过年也没人管他？没有。我们这每年到除夕的时候，总会有几个老人不能被儿女接走，所以我们最怕就是除夕这天值班了。那后来呢？哎，后来出事儿了，儿女一个个都来了，可是老人已经抢救不过来了。彭老师啊，赶紧趁热把饭菜吃了，吃好饭菜以后啊，你还要把这个药给吃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没有，没有。
没有。最后一张，没有。来个海底捞，赶紧的吧，赶紧的，墨迹这个。没有，不中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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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能清，清一色，一条龙，加上自摸，一家八百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。你什么美啊？怎么又玩钱了？上回不都说好了吗？只准娱乐，不准赌博。谁家的钱不是地里挖的黄泥呀、啊？你挖一铲子，你挖一铲子，别到时候把警察挖来啊！成，王经理，咱不玩钱，咱们文明赌牌，还赌？哎，不，啊，咱们文明玩牌啊，文明玩牌，不玩钱谁跟你们玩？跟你们打麻将真没意思。不是，不玩了，走了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你别走啊，先把这也付了呀。王大龙，待会儿乱起来，我让他们打死你！瞧你们三个人急的样子！行，我陪你们娱乐一会儿，说好啊，只是娱乐，不玩钱。不是，你行吗？就是，把您妈去掉！哎，我这刚一怎么就断电啊？哎呀，怎么又停电了？这什么地儿啊？这是？是不是跳闸了呀？啊，石建军，石建军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电线断了，肯定老鼠咬的。哎呦，那赶紧找电力公司抢修啊！打过了，这么晚了，他们没人接电话。哎呦，那你赶紧到其他房间再检查一下。哎，好，都断电了，哥几个散了吧，散了。不行，别散啊！我这影才刚刚被勾上来，你说停就停啊？不行，今儿咱就是点蜡烛，咱也得玩到底，对呀，必须的。好，就听你们的。小宝，大龙爸啊，怎么了？跟你说啊，你到对面超市啊，赶紧去买点蜡烛去。另外到厨房间给我把菜刀拿过来。啊，拿菜刀干嘛？哎，就甭管了，赶紧去吧。啊，哦，行，那我今儿陪各位爷玩到爽。好不好？就你行吗？嘿，把那妈去掉，看看这儿，三条啊！哦，瞧出来了，内行啊！我要是赢了你们，从今儿往后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嗯，那你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我就告诉你怎么劈的砖。谢谢，算了吧，那个，我这手还留着摸牌算了啊。你爱教谁教谁，怂的你。哎，王经理啊，要菜刀干嘛？必须要菜刀，咱呢就玩把大的，大跟我起斗，一会儿让你们都在局子里爽一爽。我说哥几个，这都断电了，咱要玩手搓麻将怪累人的。我说咱玩劈杆吧，你又不愿意，你又不愿意玩拿大顶，你也不愿意玩憋气，干脆咱们这样，咱们今儿啊，玩个新鲜的好玩的怎么样？玩什么呀？脑筋急转弯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，脑筋急转弯呀。那也没意思啊，不刺激啊，小儿科嘛。谁输了剁手指头，有意思吗？刺激吗？还小儿科吗？怎么着吧，爷？啊，关键时刻来真的就怂了。那你这是没胆子？不是，我这还琢磨呢。您那一刀，您这一刀是怎么砍下这两根手指头的？啊？不吭声了？没胆子？那就算了吧。别，我们商量。商量。你看啊，我们三个人只有30个手指头吧？那还能怕他一个人10个的？
多。好，咱可说好了，谁输了就剁谁的手指头。真剁？当然喽。剁。请听第一题。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，有人聚众赌博。啊，在甲天下的棋牌中心。对，好，谢谢。猜一个海洋生物。蛆。海里边有蛆啊。第一个题啊，算是我免费赠送的。这个东西叫海马。哦，嗨，海马。请问这是什么海洋生物？这个我知道。哦，水母嘛。哦，水母。错。五只海马。五只海马哟，来，剁，剁，你说呢？剁，不是，八爷，你真剁呀？九哥啊，咱在外边混，讲的是信义，愿赌服输，很快，对，没事，不是，八爷，这，不行啊。哎，王爷，要不然这样啊，给他一次搬回来的机会，让他攒一把。攒着。小宝，哎，叔叔，来，哎，一个。请听第二题。西红柿跟巧克力 PK， 巧克力赢了。打一个食品名称。哎，这个我总算知道了啊，士力架，士力架，士力架就是巧克力嘛。啊，西红柿是红的啊，巧克力是黑的啊，那还不就是士力架吗？错。正确答案是巧克力棒，巧克力赢了吗？它很棒，巧克力棒，巧克力棒，剁，你又要剁啊？生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哎，你不疼，忍着，来，摁住啊！不疼了。哎，算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攒着，好不好？攒着。嗯，攒着。嗯，攒着。嗯。请听题：西红柿跟巧克力又 PK 了，巧克力又赢了，还是打一个食品名称。这回你甭想蒙我。还是巧克力棒，错，啊，西红柿面，面呢？嗯，面，哎呀，多，不是，不是，他都攒两个了，我攒一个，不是，攒一把，不疼，完了，不疼啊，不疼，我，啊，算，你都两次，他也攒一次，攒着。来，一个。注意，请听题：四个人在一个小屋里打麻将，忽然警察来了，四个人仓皇而逃。警察呢，在屋里头还是抓着一个人。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人跑得慢，不对，四个人都跑了。啊，那有一个人藏在柜子里面。错，四个人打的那个人就叫麻将。麻将是个人呐。没错。哎呦我去！明白了。多，原来他们打的那个人叫麻将。麻将，原来他们就这么打麻将的呀。没错。
行，多砍。都起动，把赃物分。干嘛呢？那个警察同志你好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我是这里的经理，我叫王大龙。我们正在办戒赌学习班。哎，浩总，那咱们再见了。下一次呢，咱们再谈那个合同的事情。好，彭总，今天很愉快哦。啊，好，回见。好。这只老狐狸，靶场的交接终于谈成了。西郊靶场的事情定下来，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亮点了。彭总，你真的是大智大勇，跟你一起谈生意真是胜读十年书啊。喂，姐，警察都来了。什么？棋牌中心出事了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建军说棋牌中心被警察包围了，他们还拘捕了王大龙。这个王大龙真的不是省油的灯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啊，别再出什么乱子。好，真让人不省心。戒赌学习班，拿菜刀干嘛？哦，这菜刀呢是我们的道具，主要呢用来切西瓜，另外能敲出响。道具？是，您看他是这么使的。您看啊，他是这样用这个道具的。敲道具叮当响，听我把戒赌讲一讲。历来制赌有良方，赌博就是个害人疮。我开戒赌学习班，就是把害处讲一讲。赌了博，发了狂，他是茶不思来饭不想，输了天，输了地，输了老婆，输了房，急红眼还不认爹娘，坐着四方桌，坐着四方椅，打着四方牌，围着四方城，早晚会进四方河。四方河是个啥？骨灰盒。哦，这有点意思啊，都是正能量。是是是。哎，那怎么会有人报案说你们这儿赌博呢？报案啊？没有啊，这儿没有人赌博啊。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天呢突然间断电了，我们几个人呢就玩脑筋急转弯，谁输了给这脸上贴个条。哦，这样。那个警察同志，要不然你也试一把。行啊。啊，我试试，来，出个题吧，我来啊。哎，你说，我考你啊，这个西红柿跟巧克力两个 PK， 结果呢，巧克力赢了，打一种食品名称，这个太容易了吧？这巧克力棒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再来再来，那。巧克力和西红柿，他又 PK 了，还是巧克力赢了。还是打食品名称。嗨，这是西红柿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哎，警察就是警察。彭总，建军还说王大龙真的很纵容他们，现场点着蜡烛，关着灯，手里还拿着菜刀。派出所派了两辆警车来呢，快点！养老院是彭永义家属吗？你爸吃药过量，他有中风前兆，你得赶紧派人来看看呐。药吃多了，我出这么多钱请你们这些护士来干什么用呢？你哪一次是真的？这么喜欢大半夜的叫人过去？我现在有急事，我去不了。危险！行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你爸爸又出事了。哎，我真服了他们，又让我过去。林骄阳。您现在能去养老院看看我爸吗？你又没空。我已经在学校门口了，
我在等辅导班下课。我爸出事了。行，我接上孩子，把他送回家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哎，辅导班下课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冯笑，乐乐，在这儿。你听好了啊，给我好好看着他。如果我爸出了什么事，我唯你是问。接孩子，管老人，逗客户，管员工，把我大卸八块了吧？是120吗？传统美德美名扬。这快板打得真有点意思啊！啊，警察同志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我的员工他，啊，彭总是吧？啊啊，你们这位王经理啊，真有意思。哎，他呀，利用停电的时候办了个戒赌学习班，你看看啊，这个玩麻将的都下了保证，再也不赌博了。啊，这，啊，你们辛苦了，我支持，王大龙干得好。彭总，我跟咱们警察同志可已经说好了。我过两天，我亲自到派出所去一趟。我可是代表咱们甲天下棋牌中心的，我得跟那些关押在那儿的赌徒们，我得跟他们说两段，我得跟他们上那个戒赌课。好，你们甲天下公司在戒赌方面带了个好头，我会联系法制部的记者，大力宣传你们公司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们应该做的啊。大龙爸，你这可是好人好事啊，那算光荣吧。谢谢，是是是啊。那行，慢走啊。那个警察同志，您辛苦了啊。好。大龙，警察说的都是真的。警察能骗你吗？不相信你问问他们几个。啊，是是是，王大龙仗义，我们以后都听他的，我们以后全听您的，您随叫随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们几位呢？现在跟我是好朋友。怎么是朋友啊？咱们是把兄弟呀、啊！龙爷，你以后有事儿尽管招呼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已经答应我了，从此不许再赌博。成，听你的。得嘞，彭总，今天幸亏王总反应快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井啊，都是这失业军报的。哎，孙老板，别胡说，不是。我没有，我胡说，我在外面都听见了。你呀，就是公报私仇。那好，宋小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负责这里的保安。啊，石建军，你就去靶场那边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我摆平了八爪鱼，摆平了那个施建军。你不知道，当时你老公我威风的，就跟那杨子荣大战坐山雕一样，威风啊！我眼睛一瞪，我朝着他们大喊一声：“我说你们谁敢乱动！”行，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，我就想，你说这鹏飞到底怎么奖励你呢？是提拔你呢，还是给你点奖金呢？来点实惠的呢？瞧你那财迷的样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提拔那是肯定的了，连宋小宝都提拔了，我保不齐啊，能干个副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就变成王副总了。当然，老爸，你也得有个心理准备啊，做好这个副总太太的准备。得吧你，吹吧你，吹牛不上税。昨天还卖大爷包子呢，今天……哎，你别门缝里把人看扁了。我敢卖大爷包子，我就敢当大爷副总，是大爷。你说大爷，大爷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现在就关心，他是提拔你呢，还是给你奖金呢？
是提拔你呢，还是给你奖金呢？瞧你那嘴脸呀！谁讨厌？老婆，多少钱？老婆，别提钱的事儿，我今儿兴致特别高，做游戏嘛。不行，我今天累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儿特别光荣，你得奖励一下吧。凭什么奖励你？奖励一下，奖励一下。你是特想吗？是是是，好久没有。是吗？嗯。好吧。我累着呢。哎呀，你别咬啊！你怎么那么爱咬我呀？哎呀呀呀！不是，太使劲了。哎，爸爸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才来啊？我刚刚去辅导班接彭笑放学，我把他放到家门口，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你爸到底什么病啊？我也想知道。你们是病人家属吗？怎么现在才来？大夫，我爸爸他怎么了？他得的是脑中风。什么？啊，会瘫痪吗？啊，这个暂时还不会，还需要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。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语言系统已经受挫了。他不能说话。也就是说，他说话可能断断续续，也可能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。所以等他出院以后，必须进行康复训练。你们要想办法和老人多说话，多进行语言上的交流，争取早日康复。可是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很忙，恐怕没有人能陪他说话。这是你们做子女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只是提醒你们，多和老人说话，让他心理上得到放松，可以加快康复的速度。完了，以后还要天天陪着他说话，我自己更惨。不说话，唱歌也可以。我们有很多病人还不能说话，但是已经可以开口唱歌了。这个就全要靠你们的努力了，啊！啊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，谢谢。麻烦你了，鹏飞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爸的事情我会安排好，这件事不用你管。我会安排一个豪华套房给他，还有24小时监护。但是医生说了，每天最好找个人跟爸爸说说话，这样能够训练他的语言能力，这不是用钱能解决的。你可以天天来吗？那我做不到。我律师事务所一大堆的事情，我还要接彭笑上下学，还得送饭，这些你代我做的话，我可以天天来的。光会说这些没用的，我是一定来不了的。公司的事情我不可以不管。那你不管你爸爸了？我爸当然要管，但是他是老人家，也不能拿病来要挟我。我还要赚钱养家。这里这么好的条件，喂，你去城里打听一下，这是排第一的。爸，你满意吗？这里呢是最高级的。那你要什么的话，就按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爸，你说句话吧。好啊，真是。看，甲天下棋牌中心戒赌学习班都上了报纸了。等，这就是爸。那么大张照片啊，爸，你这下我成明星了。那不是咋的，他们都说呀，我特别像憨豆。拉倒吧，你要像憨豆，我就像李晶晶。你再提李晶晶，你还让不让我吃早饭了？哎，我提李晶晶又怎么了？闭嘴，不许说李晶晶。李晶晶，憨豆。李晶晶，憨豆。李晶晶，李晶晶，憨豆，憨豆。你是憨豆，你是李晶晶，那我就是秀兰邓波尔。我看你不像秀兰邓波尔，你像秀兰邓菠菜。不跟你玩了。好好好，你像你像，来波尔喝粥吧。哎，不对，我刚说哪儿了？你刚刚说你像憨豆，我像李晶晶。你看你怎么又来了你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一下全市人民都知道甲天下从此戒赌了。
我这把算是给彭飞脸上贴金子了。你这是立功了，嗯，他应该给你发奖金，是不是闺女？哎，不能要他的钱，他跟我是哥们儿，我这么干，我得给他上一课，这是正义的，我一切都为他考虑，不图他的高薪。嗯，观众，怎么样？只是陪老人家聊天，不是做保姆。什么？不可以天天来？那我要请你来干嘛？